守护天使金明珠，芭蕾女伶申惠善，再加上帅气艺术总监李东健。电视剧《金吉子的爱情》发布会在21日举行，接档大获好评的《监狱医生》可是让几个主角压力不小。谈到收视率公约，更是互相拖对方下水。그발레복입어야돼요그럼아그렇지23번에보면김인건씨가같이입고싶으면한분을지목하셔서아네그렇죠아그렇죠그정도특전은있어야죠아네예여러분저이동건씨와함께 예저타락한천사와예전된천사가또명수씨가같이안입으면 안되잖아요네제가뭐정말예최고세요예그러면좀기대감이떨어지니까명수씨까지그냥같이세분이같이물귀신으로네갈게그자리에真好奇他们穿上紧身衣的样子呢。因为拍戏培养出好感情的他们，谈到合作默契，对对方赞不绝口。명수씨를직접만나보니까정말이사람은천사인가사람인가 눈빛이자신감이장난이아니네요네그래서정말정말천사역에는딱이다이사람이아니면누가천사라는 이렇게정말좋은호흡을저희가가지고있는것같습니다연서랑처음촬영했을때부터그냥되게재밌었습니다그냥너무편했고그냥너무오래전에만났던사람처럼너무편하게연기를할수있었고요그리고이제동건이형이랑같이촬영하는것도사실이렇게구분짓는게아니라저희가현장에서분위기도되게좋고너무촬영하는게너무재밌어요형이너무진짜재밌게해주시는부분들도있고남남케미와이제여자분들도있고이제남녀케미가다각자매력이잘사는그런드라마인것같아요天使 L 的酒窝好迷人啊